诸位同学，大家好。我们继续来学习《群书制药三六年第一册第四单元为正五教化二一零治民之道，误笃于教也。这一条出自于卷四十二《盐铁论》啊。这个笃就是最好的办法，治民之道。 治理人民百姓最好的办法，不笃于教也啊，就是一心一意啊，致力于推动教化啊，这个也就是我们敬老和尚啊，常常在讲席当中提起的，建国君民，教学为先啊，在古代。 一个帝王啊，得到政权之后啊，第一优先的就是教学，啊，就是孔子讲的道德仁义礼啊。另外呢，讲道德仁义啊，那个义是艺术那个义，啊，就是我们现在讲的技术，各行各业、科技啊、文学等等的，通通包括在义。啊，那么义是之末，道德仁。 这是教育的根本所以本立而道生啊，就是教学啊，从这个根本教啊，发展到知末的义啊，有了根本，那么这个义啊，才能得到正面的受用，这个非常重重要啊，不能啊，只有教义啊，不教道德人啊，不懂得做人。 做事的道理，易学的再好可能带来的都是负面作用比较多了。因此啊，这个教学啊，在古圣先王啊得到政权之后啊，列为施政第一优先要办的大事啊。所以从前呢，啊，这个礼部。 啊，是摆在第一位的。啊，礼部就是现在的教育部长，啊、这个就说明国家呢重视教育，啊，抓住这个教育，人民教好了，各方面的施政自然就很容易了，就上轨道了。啊，人如果没有教好啊。 啊，再怎么好的制度，也会被破坏，啊，所以关键呢、啊、还是在人，制度啊在其次，啊，所以古代啊，帝王啊重视教学，跟现在这个民主时代不一样了，啊，现在重视经济，啊，不是重视教育，所以我、哦、现在呢，这个世界啊都很乱。 啊，主要就是这个道理啊，所以古代这个礼部啊，如果宰相有事情啊，就是礼部尚书来代理啊，可见得啊，它的重要地位啊，不像现在呢，全世界啊，每个国家都是以经济挂帅啊，就是办经济啊，以这个为第一，如果没有良好的教育啊。 这个经济啊，再好，那到最后啊，啊，这个天下还是会越来越乱，灾难越来越多。没有良好的人才啊，啊，那再多的经济啊，都会亡国。啊，就好像一个家庭一样，家里很有钱，啊，但是你那个子孙没有教好。 你再多的钱给他也没有用，啊，到最后他还是败家，啊，整个事业企业可能都败掉了，啊，所以这个教育啊是根本啊，要摆在第一位，啊，这个才是正确的。这一条啊，主要说治理人民百姓啊，最好的办法啊，就是要专制于啊。 推动这个教化，特别现在这个情书之要啊，我们敬老和尚讲过，就是全世界每个国家都是最迫切需要的啊。这个也是过去上个世纪啊，汤恩比教授讲的啊。二十一世纪啊，这个世界要恢复秩序，必须提倡中国的传统文化、孔孟学说以及大圣佛。 汤恩比教授真的是有先见之明啊，我们不得不佩服。好，今天就跟大家学习到这里。祝大家福慧增长，华喜充满。阿弥陀佛。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，欢迎订阅频道，开启小铃铛，也可以扫上方的 Q R code，就能收到最新影片通知哦。